680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不信你看。这种药反正能卖这么贵，我知道哪里也很多啊。真的吗？我能问你吗？叶大哥没剩几根了，我再去扛点竹子做叶大哥，你在家多挖点万能肥料。好的哥，竹子采下。好，老二青豆子青豆子，老弟往那边啊，快点。还剩两个多月又过年了吧？父亲，听你这样一说，我再回去砍一捆，赚1680一条。680，你怎么不找他？我再回去砍两捆。哎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好，有的砍了。恩哥，你会唱山歌吗？会啊，唱啊！嘿，这里的山歌480，山歌。嘿，我来弄，你来绑绳，咱们分工合作比较快。好嘞。249，250，这250根叶钓竿，再怎么着也得上50条吧？那就有34000了呗。这样搞得过年，不发也发了。赶紧绑绳，绑上钩啊！小哥啊，你有34万，你打算怎么花？娶个老婆花20000，剩下的做点小生意。哇，你的生活我的梦想，直接分小康了。有想法。走了，三万四嘛，那赶紧。哥，还有我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还没拿。快拿件衣服。好。好。嗯。哎，这地方多，看草丛嘛，一粒子胶喜欢藏草丛。好，过来面去。啊。跟我垫一片。来，坐我后腿啊。怎么会呢？来，沉木这里应该货多。哎呀，多放几个。老妹跟紧啦，小心点。好。嘿嘿。哇，这个地方漂亮。哎，这个深潭货肯定不少。走你。漂亮这个地方。对，那个刚好像断了。快点快点。哦，第四条。拉起来就知道了。牛蛙，这个遮不动的你跑出来干嘛？牛蛙漂亮。把它放了。干嘛不是好像断草？不过它养不牢。来了来了，在哪边？在这边。恩达，明天早点你过来说几只吃掉，明天咱们就能摆摊。不不不，咱们也搞个网店，人家680，咱们就卖288吧。不行，你这叫恶意竞争，起码388。好，388。